他是露营啊，在高雄露营啊，刚开始录而已，刚才没有录，我以为录了。你也在老人期待，我看到没有在动，然后那个门票啊，哇，超贵的，800多块900啊，吓死了。有什么看呢？就玩了游乐设施啊。哦。因为之前台湾最有名的是六福村跟剑湖山嘛。台中啊。嘉义跟那个台北，苗栗啊，台北。不过他们两个生意最好的，人家也没有那么贵啊。我知道，几年，刚刚。